本期讲解一个视频号音乐项目新玩法，利润超高，绿色合规，矩阵放大收益可翻 N 倍。如今很多怀旧的成年人，对于这些怀旧的音乐，他们消费是毫不犹豫的，只要自己的情绪能够得到满足就可以了。所以说这个玩法还是挺暴利的啊！话不多说，直接上干货。课程目录包含这个项目的介绍啊，这个赛道很香，就是怀旧音乐，怀旧音乐啊，还有前期转变的工作、作品的制作、暴利变现如何暴利变现，以及运营的整体思路，全部都有讲解啊！四节视频课都讲得非常清楚，包括项目素材都有这个提供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视频号音乐项目，或者是音乐项目新玩法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